嗨，大家好，我是刘一亨，欢迎收看我刘一亨专门介绍不动产的频道。我们主要是介绍中部地区的不动产，而且我的频道物件数中部第一哦。希望你看我的影片的时候，顺便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绝对值得你订阅。那我们现在来到台中市的丰原区永康路的巷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我今天是要卖一间透天店面，透天店面，我看一下这边的一望无际的这个路就在前面，对，不错，很明显，这个是老邱，驾老邱，故不亚多，好，但是这间是边间大地坪啊，所以哦，1498万，它值不值得这个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哦，它的其实缺点很多，可是我觉得优点更多，优点更多。第一个，它地坪有35坪。第二个，它是边间非常明亮，房间哦，门可以有开窗这样子，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块的空地，它还有弄一个小小的储藏室，当然那个你可以把它拿来做别的用途哦。那我们现在在三楼顶楼是增建，它是增建，啊，本来是做神明厅，这边前面是做神明厅的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个阳台，这一般都是这种换储哦，大概都是4米半。的面宽，其实它的面宽更宽，因为它有一个小小的侧院，而且是后面大，前面小，后面比较大，前面比较小，就是安阿地发财地，发财地安阿地，所以1498万，好，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裂缝，为什么会有这个裂缝？因为这个是增建，增建是怎么样增建？它本来是女儿墙，然后从这边往上增建，它是砌砖的，那因为它。以前是只有到这边，那后来在砌砖，结果后来可能有地震还是怎样，慢慢又裂开来，就有这个裂缝，就原来的主结构就可以看它这边是在下面这样子，所以但是因为这也是三楼，上面没有东西的，上面就是铁皮屋顶，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什么有那个结构不稳的问题，不用担心，然后来看一下，因为这个是侧墙，它有壁癌，还蛮严重的，说真的还蛮严重的。那个看到这个玻璃啊，就知道这个年份有点久，45年的屋龄啊，45年的屋龄，这种玻璃啊，有人特别在收这种老玻璃，来做什么？做杯垫啊，或者是其他用途啊。因为这种老玻璃已经没有在做了啦，已经停产了，所以会有人收这种老玻璃啊来卖这样子。好，这边以前是神明厅。那上面就是那个铁皮屋顶，然后后面哇，这空间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明亮。我们现在是不用开灯哈，就是这么亮。啊，壁癌就是这么严重，壁癌就是这么严重。但是哈，其实你不用担心这个壁癌了，为什么？因为屋主已经把外墙包铁衣了，铁皮，外墙有包铁皮，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壁癌会越来不，它不会越严重。你只要把它重新油漆就好了，然后这里它有点膨拱啦，这个可能要自己修上。屋主说现况交屋啦，它有这些有缺所有的缺失，它会写在那个房屋的现况说明书上面，以现况为准，那它我们会把它载明有哪些缺陷，然后看它的这个女儿墙的这个裂缝啊，上面就是铁皮屋顶，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砸死人或者是倒下来，你不用，因为上面你可以看到这边上面有一个水塔，水塔比较暗，在左边，在另外一边哈，在另外一边，好 ，OK， 它有天然气，好，这间有天然气，有，对，这是它的天然气管线，它是走明管，那水气，它是这个应该要改成墙排，这是它的卫浴有开窗哦，所以我就说，这些真的优点其实还蛮多的啦，除了壁多楼穷，其实我觉得还有屋况不好，其实其他都是优点。对，没错，没错。好，看一下后面的房间，这边也是膨拱了，膨拱，这边也是壁癌很严重，这个也是有点裂，但是上面就是。铁皮屋顶啦，所以你不用担心，大家稍微补一下就好了。这边不是一楼，不是二楼，
没有结构性的问题，不用担心。后面有窗户，它后面有采光非常好，非常的赞哈。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它这个就是后面那个房子跟房子的衔接处哦，它有弄一个小小的阳台，可以晒衣服了。好，我们的电梯要上来了。来，我们稍微闪一下。但是也都是有必要的。好，稍微等一下，王牌学姐，那先让她过去一下。好，我先看这边。我们的王牌学姐。这边三楼的公共卫浴。好。它是，然后整个卫浴。那它的其实楼梯很好走，它的楼梯是敏石子，不是敏石子，磨石子啊，磨石子的是很耐用的。哦，来看一下哦，哇，这我猜哈、哦，这个楼上一定那个之前窗户没关，水一直倒灌进来，啊好，所以它楼梯才会有这么多壁癌，通常楼梯是不会有这种壁癌的，啊我先看那个后面好了，后面来这里啊。一样哦，它跟三楼的格局是一样的，都有采光的窗户啊、哦，一样还有一个小小的阳台，它就是玻房子的衔接处啦，用来利用这个衔接处的空隙哈、哦，来当小阳台啊、哦，壁癌很严重啊、哦，但是它有包铁衣的啊、哦，不用担心，好像蛮通风的，非常通风啊，那、你看非常明亮，不开灯也是这么亮。好、说真的啦，屋况好但是不通风采光暗的房子，跟屋况不好但是采光明亮的房子，学长你要选哪一种？通风，通风采光好的，你宁愿选通风房采光好但是屋况不好，我自己整理嘛，对不对？只要够便宜就好，对不对？他可以，他请问他一家空间多不多？有啦，有一点。有哈，有好好好。然后我们看一下他这边卫浴和二楼中间的卫浴，他这个是半套哦，他只有他只能够上厕所而已，他没有热水，他没有装热水。好啦，如果要热水也可以装嘛，要自己拉，要自己拉水线进来哈、哦，请自己拉水线。或是这边把它围起来啊、哦。然后我们注意看一下哈、哦，这边旁边墙壁。这个是动隔壁的啦，我们是边间嘛，所以是隔壁、跟隔壁这边哈、哦，没有任何的壁癌哦，没有任何的壁癌，它的壁癌只限于外墙，对，所以这种壁癌是最好处理的，对不对？因为你不用跟隔壁狗狗抵，对不 对, 对？因为隔壁的是完美的，所以它没有你要求人家去修破裂水管。他会说干他屁事，他不配合度可能会很差，但是还好，这边都很完整哈，没有任何壁癌。啊，这边的中间哈，它虽然有算是木板隔间，对木它是木板隔间没有错。如果你要用砖墙隔也是可以啊，你自己决定嘛哈。然后边间就是有这个好处，你看中间的房间还是有窗户，对啊，为什么会有窗户？因为我们的面宽宽，它旁边那个空地是我们的，所以这个窗户是合法的哦，合法的开窗啊，不是非法违法的违建的我们开窗，不是，是合法的，啊，这个就是厕所，厕所的那个这个自己处理啦，因为这个在我们自己的权利范围内，你厕所要怎么弄怎么改，自己怎么做防水自己决定哈，就是再花一些钱啊，再把它处理好。来看一下在最前面这里，哇！我就觉得，其实我很喜欢蠕虫的房子，为什么？视野这么好，前面没有任何房子，对不对？这样不是很心旷神怡吗？住起来就是爽。对啊，对啊。所以你台湾人的民俗信仰很奇怪啊。我这样会不会批判太多？应该很多人不认同，然后觉得我硬掰。但是说真的啦，我是比较不会去迷信这种路冲亚洲啦，我是不会的。但是齁、哦、有一点要在意的啦，就是那个电线杆。电线杆就是真的有影响，但是我们有电线杆吗？电线杆不好意思，在那么远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电线杆哦。电线杆是在那里哦，跟我们没有什么影响。
哎，我觉得还可以。对，嗯，还可以。地点不错。对，地点好啊，永康路、巷子里，但是路蛮大条，而且可以让你做个小生意，做个美容工作室啊，理发理美发美容啊，就是边间，还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拿来当外劳宿舍啊。外劳宿舍也不错哦，这边可以隔成浴室的一部分吗？对啊对啊，可以啊，你把门拉到这边来，啊，你这边可以在这边洗澡，弄个莲蓬头在这边洗澡，啊，把防水做好。对，这是木头啊，你可以用砌砖把它改成砌砖啊，自己改，自己改。好，那我们下来一楼。好，当然，这边都是必然啊，必然那么做。哇，一楼还有水欸，哇，这边还列一个，这个就是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是后来增建的，是后来增建的哦，这是原来的，后来的是这个，后面这个厨房是增建的，增建到三楼去了，这边的琉璃台都把搬走了，然后要重新弄过了，然后这边有一个侧院，这个侧院哦。你可以拿来当仓库，也可以拿来改成楼梯。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一楼哈出租当店面，那你不想要干扰到前面的人，那你可以把楼梯改到这边做一个出入口，从这边或是楼梯在这边嘛，这边开进去直接上楼，就不会经过一楼的店面了。这边可以有一个，这边有一个铁卷门。对，方便可以出去，对，可以方便出入。哇，这个要补哦，这个要找那个防水的师傅来补啊。这边就有壁癌，表示隔壁这边有厕所，有卫浴在这边，他们有渗漏。然后看一下一楼底下，这边是他的卫浴啦，这边卫浴，这边可以洗衣服。不是洗衣服，洗衣服擦衣服在楼上的阳台，这边可以那个洗澡啊，洗澡。他之前洗衣机放在这里，以前洗衣机放在这里。好，我们看一下营业厅啊，真啊，营业厅，你看他的厕所，二楼厕所水流漏下来啊，然后这边壁癌，这个壁癌应该是里面的水管破裂的，里面有水管破裂的，然后我们看哦。他有做明管，这好像是天然气吧，但也有水管，也有水管的明管，有可能他已经破裂了，所以没在用了，那就是要把里面的那个管线汰换，或者是把它修好，看你要怎么处理。这边应该有水线，水一直在渗漏，所以才会这么严重的壁癌，然后旁边都有开窗，很明亮。然后线路，这线路它屋龄四十几年了，但是它其实二十几年前有做整理过，对不对？它拉外表拉皮，所以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换掉。它现在有两个电表，两个楼上楼下。OK， 我们出来看一下。原来这边有些人开一些。店，那些小商店呐，然后这边也是，这边出去有一个公园，等一下带你们去看看，我们来看一下外观，外观你可以看到它外面铁衣都包好了，铁衣都包好了，所以你不用担心水会渗进去，它那个壁癌应该是后，就是更早之前引起的了，好，然后这里齁，旁边这里。这边都有开窗，里面很明亮，那这边的壁癌渗漏水，你看到这个都有裂痕，全部看你要不要也一样用那个铁皮包起来，包覆起来，就比较不会有壁癌，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侧门，然后它后面也有包铁衣哦，对，全部都有包，整个包到三楼去了，包到三楼去了。然后它的瓦斯表在这里，瓦斯表在这，然后这边还有弄一个小小的花圃，你要种一点东西也是可以，这到我们的地，我们有35坪，斜斜的，后面大，前面小，
这边还是我们的哦，这里也是我们的，你可以拿来停摩托车，汽车不行啦，因为这是红线，可以停摩托车，这是我们的土地，可以停摩托车，停个两三台摩托车没有问题，那这是热水器，热水器，然后天然气管线要从里面穿孔出来，嗨，学姐，我们的阿皮学姐，非常厉害的阿皮学姐，好，那我们走出去看一下公园，这边有一个杂货店老板娘，我看她这边买饮料，结果我发觉我没有带钱，她居然让我赊账哎，老板娘人不错。我这边有卖卤味的，还有法装社，这边可以开一个小店，还有电池专卖店，还有机车行，以前旧的机车行，现在没有做，还有个电池专卖店，所以这边可以开一个小店。走出去啊，就是那个蜀立丰原医院神丰啊，然后我们这边出去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园啊，很大的公园，然后左手边有一个全家便利商店啊，我11年前刚做房仲的时候啊，我也有卖一间这边的透天。10年前这边的行情是多少呢？10年前这边的行情大概将近1000万啊，就是这里啊，地坪不到20坪啊，才17、18坪吧，我记得啊，17、18坪不到20坪啊。然后那时候我卖一间后天8、900万啊，没有整理的啊，原屋矿的啊，没有整理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地坪35坪哎，而且几乎都是霸地哦，几乎都是霸地。它前面那个路是国有地的路。前面反正我们有稍微一点点，可能有2、3坪，还不知道几坪，就是不多，有稍微退缩一点点，但是几乎都是我们的地，是霸地，我们的霸地，大概有30几坪，所以我们这个也是原屋矿，没有整理，当然原整理好是不可能这个价钱。我们去公园看看，这边有一个是全家。这个公园很大啊，而且它是这边有一个南洋里的活动中心，南洋里的活动中心算是我们这一边最大的公园啊，而且它有篮球场啊，家里面有青少年啊，一定喜欢这个篮球场啊，喜欢打篮球的啊。这个就是省立丰原医院啊。这边就是全家，我们刚才巷子口那一个就是全家。然后走进来公园看看，这个公园因为很大哦，它其实也有停车场哦，在旁边那边有一个停车场，不知道有没有提供月租，但是我们因为我们都是骑楼啊，本身就可以停，至少可以停一台车是没有问题，或者是你车子要停到骑楼里面啊也可以啊，或者是你把客厅，因为客厅很大啦，它可以，如果说你要隔一个孝亲房，再隔一个客厅是 OK 的。如果你觉得你车子想要停里面一点不要让它那个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你可以停到里面，那你可能要牺牲一点客厅的位置，但是空间还是很够大让你去隔然后这边有一个溜冰场，那也有厕所，它这个是大公园，所以会有一个厕所，这个就是它的篮球场很大的公园然后那边是绿翡翠，还有宽宽的家，我们也有卖我们也有卖我们有一个绿翡翠它是4房1180万还是1280万4房，但是它是一楼，非常的阴暗非常阴暗然后宽宽的家它是在2楼也要1180万左右，就是1100、1200的价位。如果我有这样子的预算，我觉得这个透天
更划算啦、啊、有天有地，地坪有35坪啊，地坪有35坪，我可能花个，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简单花个100,000-200,000，不要说弄得很装潢很豪华怎样，不用，我只要100,000-200,000，我只要把它的防水都弄好啊，油漆一下，我觉得，这样就挺不错的，比买那个华夏还要划算啊，现在台中丰原这边的华夏全新的。我有拍过啊，像那个永康路，它那边有一间那个富裕的啊，富裕的四房，你猜多少钱，学长？四房？我还没有接到四房的。有，我们同事有接，那个玉秀姐有接，我有去拍，3280万还是3180万？是哦，两倍透天的价钱，夸张，很夸张啊。所以还是买这个还是买透天好啊，当然是买透天好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这个、当然那个四房啊，四房本来就比较贵啦，可是也需要到3000嘛，还2000多都嫌贵了，还3000多，对对，好，那我们对，对不起，玉秀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评级你那一间，那个是你的买方的卖方的房子，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希望你大人大量哈，只是。因为贵不是我在讲啊，我拍了之后，频道底下就很多留言说啊，这个太贵了之类的啊，我有些会留言啊，所以这个是市场决定的啦啊，房子的价格一直都是市场决定的，不是投资客决定的，也不是买方决定的，也但是政府的政策有时候会影响房价，这是真的啊，现在房子啊。虽然比较没那么热络，大家都降温了。为什么？因为贷款的问题，然后大家担心啊、买了之后贷不到款的问题。那其实啊，我们还是有办法可以帮你贷款。如果说你真的有下定决心要买房子的话，我们还是有办法帮你贷到你要的金额。哦，当然是要看银行啦，不是每一家银行都会愿意，我们会帮你会协助你找到适合的银行帮你贷款，所以你不用担心哈。那这个请问一下学长，这间如果他要写弹书，你会愿意？屋主会愿意吗？什么弹书？就是比如说我要贷款70%，啊、可以压弹书吗？特别条款？对啊，压弹书哦。哎呀、啊，因为现在是买方的权利吧？啊，买方的权利吧？也要卖方同意啊。这个要问看看。你觉得卖方会同意吗？我觉得应该要让卖方同意啦，因为现在很多人买房子都很担心贷不到钱、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房仲哈、就是要做好把关啊，帮消费者把关哈、不管是买方还是卖方，不要让任何一方有权益的损失啊。所以我觉得啦，我们要担起这个责任。如果买方他说希望哈、真的贷不到钱，是不是可以无条件解约？因为有时候不是他的问题啊，是银行端的问题嘛。买方也不是故意的啊，因为他可能看起来财力就很正常，应该贷得到钱，结果银行都不愿意。但是说真的，我们还是有银行会愿意，只是哈，现在利率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可能会在2.5%，甚至超过。现在的环境是这样，但是我们还是会想办法帮你贷到你要的金额。但是利率方面哈，就是看各家银行。的条件，还有些可能现在都大部分都在2.5%，甚至还有比较条件比较差的，可能还要将近3%，真的蛮高的。说真的是越负担会越来越重，所以我们愿意帮你去做这个把关。那如果可以，你只要信任我们，来找我们看房子，我们愿意去帮你做这方面的规划，好了，那言尽于此，好物件不等人，1498，35坪的地坪很少见。就是边间，光地的价值就，我跟你讲，这边的土地价值多少？1坪50万，30万、40万、50万都有人喊，喊归喊啊，那成交价呢？成交价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成交价，是真的有，至少30-40起跳都的成交价很多，甚至50-60的都有人喊，丰原大道已经破60了，路边那边是丰原大道，都已经有破60了，好，那当然我们这个是巷子啊，应该是没到那么贵啊，但是也有40-50啊，而且又是边间嘞，边间更贵啊，地坪35坪，不是开玩笑的，而且都是霸，拢是霸地哦，拢是霸地，即使你拆掉重建都划算了、啊，对不对？对啊，没错，好，那就拆掉重建了。光地的价值就不少了，
对对，但是买地送屋，他等于是买地送屋啊，所以屋主说现况交屋啊，反正还有什么缺点都展现给你看，我们都会告知，但是你要能接受这些缺点，这个路冲啊，有壁刀啊，就是外在环境是没办法改变的，但是地点是真的还不错，然后采光又好，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在找房子，可以列入你的口袋名单，但是好的物件不等人，有觉得喜欢赶快来看房子，有负担得起赶快下手，这是我们的建议，好，那希望你听得进去，好，然后有喜欢赶快打电话给我的频道，标题底下都有我的电话号码，如果你觉得这间还是不适合，没那么喜欢，没关系，可以搜寻我的频道，看看有没有其他你喜欢的物件哦。我们的物件库是中部第一最多的，1000多几的物件，够你挑的。如果你觉得太多，不知道怎么看、怎么找，没关系，还是可以继续订阅我的频道啊，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每天都会拍摄上架的物件哦。我们的物件最多啊，你不用出门，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房地产、土地、房子，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不怕你买错，也不怕你买后悔。我们全部的拍摄都是一镜到底，一刀未剪，没有剪辑，没有广角，没有美化哦。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滑手机、滑平板，看 Enjoy TV 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清楚明了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房子了。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你耐心观看啊。那愿意看到结束的应该是极少数，极少数。感谢你的支持。希望你有决定要买房子的时候会想到小弟我，谢谢大家，希望你会给我们机会服务，给你最好的选择跟服务，谢谢大家支持，拜拜。